好久没有用。欢迎来到是新手教程吗？过来受死吧。新手教程你给我干什么啊，家人，我服了。自己正躺在基地等重生。新手教程等于说他这个号没有段位，没有等级，我服了。你看现在几级？一级。给我整笑了，真的给我整笑了。我先把这个分区改一下啊，咱们今天就测试一下，我测试一下英雄联盟，因为我好久没有玩过了。英雄联盟，你看一下，好，我来看一下，你看吧，它这自动选择的皮层警备，这个意思应该就是说，是这个小伙伴的号，是这个小伙伴，等于说他的号就是在这个区，知道吧？他会自动选择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因为这个号没有英雄，他这个段位他在一级。就完全是一个新号，玩都没玩过英雄联盟。兄弟们，再怎么你们得有30级，好吧？再怎么能排位，你的号里面有英雄，随便什么英雄都可以。但是再怎么你要能排位呀，你不排位我上你的号干什么？来吧，再来一下。我相信你们一次，我再相信你们一次，我再相信你们一次。小马呢？来吧，用 QQ， 因为英雄联盟一般都是 QQ 登录的啊。然后你们要在手机上确认一下。又失效了。这个失效也很快。它失效怎么这么快？你们扫码了要在 QQ 上确认，亲。嗯嗯。哎，登录了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他的账号。黑色玫瑰，哎，我之前也在黑色玫瑰。我来看一下这个小伙伴的账号啊，看一下他的账号是。什么段位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，我先登录，先把账号登录上看看，我先看看这些号有没有英雄，然后够不够排位，然后我们再说，再要不要再排不排的问题。哎，这个可以了，36级应该是能排位的，我看看啊，排位确认，看一下，我先把这个首选。哎，怎么改啊？哦，这里，首选肯定是中路啊，次选的话应该是，要不玩提莫吧？好久没玩提莫了。上路一个中路一个上路，这样不错。哎，能排位，兄弟能排位。哇！哎，但是咱们这个好像没有显示完全哈，没显示全，是不是？你看一下，你们能不能看一下？这个要往上拉一点，挡住了，挡住了，挡住了。OK， 这样就显示完全了。行 ，OK， 好了。验蠢证，我哪里蠢了呀？我在登号，我哪里蠢了？这不是我的账号，我的天！我要看一下。我要看一下他的英雄有哪些。英雄这么多没有的吗？是藏品吧？英雄在哪里看啊？是这儿啊、哦！来，帮我看一下，英雄是在这里看吗？是不是在这里看？显示未拥有。这就是有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啊。你这他也不会看，因为都好久没玩英雄联盟了。你在左妹啊？你玩过英雄联盟吗？你知道在哪儿吗？那你如果知道的话是这样。在哪里啊？我不是不懂，我会玩，我只是好久没玩了。他这些界面有改动，你知道不？他就有八个英雄，哪里写的八个？就是这上面这个，这上面这八个，怎么的？小号，这样吗？哦，这些就是拥有的是吧？哦，这是免费使，提莫可以免费使用。
哎，无所谓了，其实就算八个什么的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我重新开播啊！我重新开播啊！因为我播英雄联盟了，我得换个区，我得换一个那个游戏主题了，我得换个分区了啊，家人们。没有英，没有英雄，显示未用关掉。我刚刚关掉看到了啊！我重新开播啊！如果想看英雄联盟的小伙伴可以进我们直播间哦，等你哦，马。